家主内平安。咱的上帝是天地万民的主宰，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咱应当得来阿罗敬拜咱的上帝。咱即时三甲来听几项的报告，头先的报告是关于即个家庭日活动。今仔早起啊十点，请咱大家穿着咱伫即个啊卖身做所订好的迄、那个啊啊迄身家庭的服装。咱要十点伫迄个伫礼拜堂的迄个十二届的罪民来合唱。当日的中午十二点，伫迄个班督farm迄个所在来食日头顿。大人是每一个大人是200块，囡仔是150块。所以咱若有法通参加的兄弟姊妹，请咱来向咱教会的秘书或者是请向吉祥兄来报名参加。咱第二项的报告就是关于开会的报告。咱原本定在8月27号暗晡2点到9点的同工退休会，迄个时间要将伊取消。开会的时间将伊改做伫咱即礼拜，伫即个8月25号拜五暗，甲8月26号的拜六暗，即两个暗是6点到9点，伫咱教会的住宿厅来举行。两个暗时都有准备晚餐。所以请所有的同工来备办恁的时间，通来报名参加。第三个报告就是说咧，10月初一就是咱教会有要举行一个说咧，所以请阿各位说咧人为来为家己祈祷，如果有感动受说的人，请向校长来报名。咱报告就到这个所在。现在咱要三个来唱两首闽南圣诗，头一首《主耶稣宝座前》，第二首《我献生命替你》。看，竟有真侪人，无人会算计，是对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徛伫宝座甲羔羊面前，身穿白衫，手提长手机，大声发着讲：愿救恩归乎坐伫宝座顶。咱的上帝也归乎羔羊。Oh, Lord, why you? Do you believe?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放杀性命。所以兄弟啊，愿上帝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恁安尼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唔通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换心来变化，予恁测验什么是上帝善良、顺转通喜悦的旨意。现在请大家一同起立，咱三个来做一个开始的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引导，让阮平安顺利的经过一礼拜的时间。今仔日就伫正即种日子当中，主啊，阮带领阮一对蒙恩的家人，搁一摆来亲近你。愿上帝，你即时也要来亲近阮。主啊，因为你甲阮应允，阮若亲近你，你就必较要亲近阮。主啊，阮相信。当阮来到你面头前的时阵，你已经伫阮的中间咯。做阮中间的为着阮每一个来到你面头前的人来献上祈祷。做伫以往日子当中，阮若想要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所在，求主你用宝血来洁净赦免阮的罪过。做你要托阮今仔日手洁心清来调见你的面，你也要来陪伴阮的心。做你要托阮有一个安心的心来渴慕主你的话语，好等阮真正阮的生命有法能不断的得到更新与变化。主啊，求你的话有法通存伫阮的心内，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阮感谢俄罗斯将荣耀、圣战、官兵拢归乎你。安尼伫你面头前同心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咱大家请坐。咱这时先甲来看一段的经文，就这个马太福音25:14-30。马太福音25:14-30，咱先甲来看一段的经文。天国阁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将伊的家业来交托因，按着达人的才干，予因运啊。一寸到一个托了五寸，一个托了两寸，一个托了一寸，就往外国去了。迄、那个领五寸的呢，随时就甲去做卖买，另外赚了五寸。迄、那个领两寸的呢，也是照样另外赚了两寸。但是迄个领一寸的呢，却去压开涂骹，将主人的银啊，甲伊卖走了。过了真久，迄位仆人的主人倒来了，甲因生笑。迄、那个领五寸的银啊，佫带着另外五寸的来说：“主啊，你交托我五寸银啊，请看我又佫赚了五寸。”主人说：“好，你一个良善，你一个佫良善佫忠心的仆人。”你伫无做诶代志顶有忠心，我要将真做诶代志派你管理，可以另外享受你主人诶快乐。迄、那个领两寸银来说：“主啊，你交托我两寸银啊，请看我又搁赚了两寸。”主人说：“好，你一个搁良善、搁忠心诶仆人，你伫无做诶代志顶有忠心，我要将真做诶代志派你管理，可以另外享受你主人诶快乐。”迄、那个领一寸银来。说主啊，我知影你是良心的人，无正的所在要收割，无善的所在要收集。我就听遐去将你的一撮银啊埋葬伫涂骹嘞，请看你原来的银啊伫这个所在。主人回答说：“你这个阁歹阁贫惰的仆人，你既知影我无正的所在要收割，无善的所在要收集。”就着将我的银啊，放托许位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阵呢，可以连本带利将伊收倒来，夺过伊一寸夺过伊这一寸来，托迄个有一万的，因为凡有诶，也要搁加予伊，叫伊有剩无诶呢，连伊所有诶也要将伊夺过来，将这无路用的仆人等伫外口黑暗内头。在迄个所在，别较要哀哭切泣咯。咱圣经就读到这个所在，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要三个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食盐温素。食盐温素，亲爱兄弟姊妹，唔知咱大家捌好好安静思考过几个问题无？就是咱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咱就怎样来面对着教会的时间呢？咱就怎样来面对着信徒的需要呢？咱就怎样来面对着主托咱的托付呢？教会是基督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其实，咱每一个信徒，咱每一个团队人，拢是主的仆人。咱的所有权，拢是属于基督的。咱是属是属主所有的，而无搁再是咱家己的主人咯。信徒甲团队人的侍奉，是当然的侍奉。是乐意的侍奉，也是应当是感恩的侍奉。传道人是主的仆人，同样也是人的仆人，服侍教会，服侍人。确实是安尼的。咱每一个人的能力、才干、甲温素都无相好，甚至差别真大。比如说，有个人有讲道的温素，有个人呢有唱诗的温素，有个人呢也有这个管理的温素，有个人有安慰甲探访的温素，有个人呢。有弹琴的温素，有的人有领导的温素，等等等等。耶稣所讲的这个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相信这是咱大家都真正熟悉的。在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个主人，是指主耶稣。往外国去，就是指国外耶稣国外上天到父上帝的正边。主人带来甲因生效，就是。主耶稣也要阁倒来审判万民，按照各人的才干，团运啊，就是按照各人运用运啊的才干，甲能力来分团运啊。因无有人处置加伊，或者是少伊，家己所有法通处理的运啊。主人袂去将迄一撮运啊，托迄个有五寸运数的人，
啊，袂去将伊三嘴，互迄个两有啊有两嘴两粒的人，亲爱兄弟姊妹，同样诶，主也是按照着咱逐个人诶信心大细，甲才干，最最少少分托咱无同诶运势。咱无论伫教会参与啥物服侍，咱都毋通轻啊小看家己诶条件不如别人，或者是运势比别人较细。咱诶运势有大细甲最少之分。即亲像比鲁当中的仆人，因所领的云哪里有五寸、两寸、一寸的区别？看看伫啊，处伫即个无同的情况的时阵，咱应当着怎啊来啊实验文书，造化人正做良善佮忠心的仆人。即、这个主人对的仆人就是十分的信任的，即种信任的来到，也、啊、包含了深深的疼，所以才会将家己做恁大的家产。委托托伊个仆人来经营，经文当中个啊，托三个仆人分别是五寸个、两寸个、甲一寸个。经文当中所提到个文啊，伫原来个意思里就是他连的，一个重量个单位。如果若是按照文币来计算个话，大约是三十六基勒个文啊，相当啊，大约三十六公斤个文啊。相当于一个他连的。如果若是按照这个当时工资来计算的话，这是一个人20年的工资。如果是换作现在美金来计算的话，一年以50,000块的美金来计算，20年就是100万美金。咱可以将伊发挥想象者，若是按照现在这个时代来理解的话，这个主人分别投资三个仆人啊，就是500万美金。200万美金甲100万美金来经营伊个家业，反映带来一笔钱托仆人，并不是为了要啊肯定这银行个来投，乃是为了要投资，为了要扩充啊，乃是为了要扩充主人个家业。第十六节个经文安尼说到，迄、那个领五寸个呢，随时就家去做买卖，另外又搁赚了五寸。这个仆人真感激主人对伊个信任，当然伫归头。唔敢怠慢，立刻家去做生意、做买卖，投入到运作的当中。对于经商啊，对于这个做生意人，犹太人呢有真正长久的这个历史。对阿伯利潘徛起的周边，一直到随后的真多游牧民族的以色列人，因要甲啊以外外族人要交换产品，就是做买卖。犹太人真好做啊，真好做生意。是做生意、做买卖的专家，因为安尼耶稣讲的比喻呢，就是众人都真正容易理解的。这个仆人做买卖真正努力，真正拍拼，专心投入，佮赚了五寸。20节，主人倒来甲因生效，迄、那个领五寸的银仔，伊佮带着另外五寸来说：“主啊，你交托我五寸银仔，请看，我又佮另外赚了五寸。”这个仆人只是将主人交托伊的五寸的银仔，佮所赚的五寸银仔，完全的交托主人。伊无熟悉伫这个做买卖当中的艰难，佮做生意是真无容易的。伊也无将钱做赚来的利润，将伊私自留一部分托家己。伊认为主人忠心，伊认为对主人忠心，勤勤的来工作，这是家己应当尽的本分。无啥物通特别说，主人都知影。主人是按照达人的才干，托因云仔的仆人们所领受的云仔，可通比作是接受并且宣扬主救恩的机会甲责任。主的救恩对于许位还阁未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就成了伊的责任，就甲人分享救恩真理的使命。领五寸的可以比作温数较大的传道人，或者是信徒，得上帝所赐搁较侪机会甲责任。亲爱兄弟姊妹，伫教会当中，每人真有温数，工作有能力，讲道有真有供应，手势真有水平，治理真有方法，等等。这就敢若像领五寸银仔的仆人，尽力赚了所有法通赚的五寸银仔，并且将赚到的连本带利都交托主人。无完全无私心，以前伫中国一直到现在，常常会听到
真侪人会安尼说：啊，迄、那个人哦，是我传福音托伊的；啊，这个人哦，是我结的果子。我常常伫咧为某某人祈祷，我的教会伫社会影响真好。啊，我教会的信徒素质真高。我的教堂呢是本城市最大的礼拜堂。哦，现在有真侪所在伫咧起礼拜堂哦，是比上海起的礼拜堂上大。啊，你的礼拜堂有偌大？哦，阮的礼拜堂呢有一寸平方。什么啊？这一寸平方呢啊，实在太小了。啊，阮的礼拜堂哦，有一万平方啊，有两万平方啊。同样的，也是有真侪所在都伫咧比上海教会的人数较侪啊。啊，你的教会有人有偌侪人啊？200个。哦，太少了，才200个呢啊！啊，阮的教会有500个，有800个，有一寸个，有5寸个，有10000个，等等等等，千万唔通比来比去。亲爱的姊妹，当咱是领5寸文啊，博人的时阵，咱就着亲像这个博人上好，用尽全力来利用一切机会为主做工，善用恩赐，无耽误主所赐予咱的恩典，无辜负主的托付。尽上咱应当尽的本分，成做良善忠心的仆人，将尽力赚来的连本带利都交托交托主，荣耀上帝。17节才说到，迄、那个领两寸的人也照样另外赚了两寸。这个领两寸文的仆人，伊对主人的忠诚，伊对工作的态度，甲迄个领5寸的文的仆人相好。仆人感激主人对伊的恩典。看到主人所托伊的两寸银啊，伊同样立刻甲去做生意做买卖，并且真心真力地去做。啊，主人倒来生效的时阵，伊也是同样啊，赚着了所有法人赚的两寸银啊，并且连啊连本带利来全部交托伊的主人，无私自对利润的当中劳苦家己，伊认为家己对主人忠心勤恳做工作。这是做仆人应当尽的本分。这个领两寸银啊的仆人，伊并无埋怨主人只托伊两寸银啊。啊，现在伊知影家己的能力有限，伊明白主人知影我家己的能力，佮知影要怎啊来使用人才。伊对主人无埋怨，也无怀疑，只知影尽上忠心。这个领两寸银啊的仆人，伊也无恶到迄个领5寸银啊的同伴。啊，伊也无安尼想。哎呀，我领两寸银啊，伊凭啥物领5寸啊？伊也无自卑，伊也无觉得伊家己的能力真正小，不如别人而灰心。对迄个领5寸银啊的同伴，啊，伊也无恶毒，伊也无自卑，一心的向伊学习。这个领两寸的银啊的仆人，伊也无轻看迄个领1寸银啊的同伴，伊也无安尼想。啊，我领两寸银啊，伊才领1寸呢，是我的一半利益呢。伊无因为安尼而自高自大，领一寸银仔的仆人，将银仔安尼按涂骹来一台，什么代志也无，无所事事。对迄个领一寸银仔的同伴，伊也无轻看，也无自高，反倒是引以为戒。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是领两寸银仔的仆人的时阵，咱就谦卑家己，踏实温困的来为主而做。咱就真像这个领两寸银仔的仆人上好，对主人忠心，尽上家己的本分，善用恩赐，一切拢是为了荣耀上帝。咱在经文的当中有看到，迄个领5寸银仔的，如果赚了5寸仆人的仆人，得到了主人的称赞；迄个领两寸银仔，如果赚了两寸的仆人，也得到了主人同样的称赞。尽管两个仆人领到的银仔，甲所赚到的银仔的数目，都无相好，但是如果那是按照迄个比例来讲的话，拢是相好的，就是迄个投资的回收率是相好的，所以因得到的称赞也完全是相好的。啊，就是伫这个21节甲23节所说的，好，你这个良善、个忠心的仆人，你伫无做代志间有忠心，我要将真多代志派你管理，可以礼拜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咱过来看18节。但是迄个领一寸的去共伊啊压开托啊底，将主人的银啊共伊卖啊卖走了。主人是按照达人的才干托伊银啊的，并无忽略这个仆人托伊一寸银啊。
一撮文案，咱头先已经有设计了，啊，设计了，大概是100万美金。按照当时来说话，这是并不是小数目啊，已经完全有足够伊家己做袂买了。这表明主所托咱的恩典最少的，也可以让伊食做服侍主的人。啊，但是迄个领一撮的文案仆人怎啊做啊？这个仆人唔知影感恩，反倒惊吓。24节到25节，伊对主人说：“主啊，我知影你是忍心的人，无井的所在要受割，无野的啊无山的所在要受折。我就惊吓，去将你的一撮文啊，甲伊埋葬伫涂骹咧。且看你原本的文啊，伫这个所在。这个领一撮文啊的仆人，被称作搁歹搁贫惰的仆人，对这个恶仆所说的话，显出伊3点的亏欠。”第一点的亏欠就是伊稳重了使用的文啊的机会。伊虽然领了一撮文啊，却埋葬伫这个涂骹咧，实际顶等于无文啊，家己无使用，也无为主人或者是托别人使用。伫遮文啊，唔单单是代表文书，如果那是代表救恩的机会，欠差会搁较合适。表明迄位熟悉福音信息，却无有用信心来接受的人，因轻看主恩。仆人伊无共，仆人无共伊家己做袂火，因啊伊无运用所领受的文啊，浪费了主人的财产。第二点的亏欠就是伊无尽职责，伊无用所领受的这个一撮文啊去经营赚钱。如果伊啥物袂火都唔做，上少也可以将伊放伫迄个堆满文钱的人迄个所在。啊，就是将这个文啊，将伊存入到银行的内头，啊，佫可以收取利息。生效的是做人连本带利，带给主人，交给主人。但是，伊连这个最起码的细事都无去做，这证明伊不但心存邪恶，而且做人贫惰。伊是搁歹搁贫惰的仆人，无尽本分，白占土地。第三点的亏欠呢，就是伊。恶意猜想猜想主人要求加严。伊虽然对主人领了一撮文啊，但是却无留心主人交文啊，托伊的期望。主人希望伊甲迄个领五撮、甲迄个领两撮文啊的仆人相好，去做买卖赚钱。伫上帝一百人的时阵领受救恩，就要带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托主的福音啊，托主的恩典呢。我人发扬光大，这个仆人完全唔知影省察家己的罪，还佫将见识提到主人。这个仆人伊无努力上进，稳重了救恩，家己断绝得主。主人对这个恶仆的刑罚是甚物呢？第28节以及30节说到，夺过伊这一村的来，托迄个有一万的，等伫外口黑暗的内头，伫迄个所在，佮较要哀哭切泣咯。这个仆人的歹甲贫惰，予伊家己断绝的主人，而受到重重的刑罚。领五撮的，搁赚了五撮的中仆，甲迄个领两撮银仔的中仆，只有唯一无同的所在，就是主人将恶仆的一撮加到一万的中仆手内。啊，有一日啊，有一个兄弟问一个牧师，牧师啊！我就即马走，有人赚到钱啊！牧师就甲伊说咯：“啊，你问唔着人咯，我嘛是未晓趁钱。迄个牧师边头拄啊好有另外一个做生意的兄弟，这个做生意的兄弟就回答说：你可以将钱甲伊放咧银行咧，就可以趁钱。啊，迄个兄弟听了真欢喜，就继续问：有比趁钱搁较紧的方式无？迄个做生意的兄弟就回答说：有啊。”啊！你看伊去家己做买股票比较较紧啊！迄个兄弟佫继续问，啊，佫比股票佫较紧个。迄个兄弟回答说：有啊！你看伊去做金融方面的一个合约。这个兄弟佫继续问，啊，佫有佫较紧个无？迄个做生意的兄弟哦，真正生气个说：啊，你真正啰嗦啊！啊，你干脆去抢银行算咯，抢银行是上紧个啊！亲爱兄弟姊妹，人一定着答。实实咧，做好每一件代志，因为主人托每一个人有尽做的时间，予咱去经营，予咱去将恩赐甲伊发挥出来，千万唔通赶紧的
想要取得的成功。在奔跑啊奔跑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只有中心，咱唔通白占啊，唔通做白占土地无法坚守。干那是安尼说呢？因为上帝予咱做恁做稳定，上帝予咱做恁做祝福，咱一定要将伊发挥出来，而且也一定要将伊发挥到非常的彻底。如果咱若是积极个甲众人分享主的一切恩典，咱的恩数就会增加；如果咱若是稳重主的恩典，咱的恩数就会减少，甚至会消失去。在真侪教会当中，咱会看到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一信主了后，马上就开始参与教会的侍奉，开始为主做见证，带领亲友来教会的团体参加家己的小组。在侍奉的同时，主也予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不断的增长，成真侪更加侪人明白主的祝福，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定律。29则说，因为凡有的也要搁加予伊，叫伊有剩；无的连伊所有的都要将伊夺起来。如果咱是领一寸云的仆人，就是温素真正细，能力真正细。首先，咱唔通轻看主的恩典，就算说是真细的温素，真有限的能力。啊，千万唔通觉得，啊，咱家己的温素真正细，真正细，就无为主做工咯。第二就是，咱对主应当忠心，尽上家己的本分，就真啊先啊真啊运用只一点点啊的温素。第三就是温素是如影如做，因为有诶，后尾搁加予伊，叫伊有存。知识在积累，能力在锻炼。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不断的来丰富咱的经验，因为安尼，咱无论是领五寸的，无论是领两寸的，还是领一寸的云南的仆人，祝福咱，达人的温素有这个大小，最少一份。但是主对咱每一个人的要求未变，就是咱要先用温素，咱要尽上本分，先去运用温素来为主做工。亲像迄个领五寸的，甲迄个领两寸的云南的仆人上好，随时就甲去经营，真多忠心良善的仆人。如果主只予咱一撮云南，咱也是唔通失去信心，应当就随时甲去做买卖，尽忠职守，充分的运用主所予咱的恩赐，也是做一个良善、搁忠心的仆人。在1940年的时阵。有一个真后做买卖的犹太人，伊逃难到中国上海的时阵啊，伊身呢已经无钱了，连一分钱都无。迄个时阵呢，有另外一个头家借托这个犹太人5元。迄个时阵的钱哦是真正大银的，但是后头这个犹太人哦，伊就用这个5元，将伊全部买了，用个啊比较真较粗的许个铁丝，做成了12支顽固的手枪。伊就甲去公园内门口向伊位小朋友来推销，每一个小朋友都真喜欢伊位顽固的手枪，每一个家长拢会买套啊家己的囡仔，过了无偌久，12支顽固的手枪就卖了咯。这个犹太人赚了15元，然后呢，伊又搁做了30支的顽固的手枪，然后啊，在两个公园的门口全部卖了咯。伊有了40元，伊也将伊5元还托迄个头家。几年了后呢，这个犹太人成了上海真正有名的生意人。亲爱的姊妹，祝福咱每一个人的运势都无相好，但是无论怎啊，无论偌济，上帝都已经将财灵的运势放伫咱每一个人的身顶咯。只要咱真心甲力地去做，好好的将伊善于运用运势。无辜负主对咱的期望，尽上家己的本分，咱就一定会讨主的喜悦。亲爱的姊妹，咱是毋是有好好思想？咱有善用上帝予咱的一切吗？求主帮助咱，陪伴好咱家己，但并毋是单单的来追求温高的温素，乃是要运用咱现在有的，因为主过来一定要咱高效。求主帮助咱，无要将家己的温素将伊带伫涂骹咧，求主兴起咱，靠着上帝恩典，成做忠心良善的仆人，进入城内，甲主一同享受主予咱的快乐。但愿上帝恩待咱，予咱都会成做善用恩赐的仆人，
有所作为，传扬福音，办好教会，服务民群，贡献教家社会，将一切荣耀归托上帝。啊，但愿咱每一个人拢有安尼的精神甲心智，做一个上帝良善、忠心、搁有见识的仆人。盼望咱伫上帝面头前立定心智，凡事讨上帝的喜悦。上帝必定要予咱温上加温，力上加力，必定予咱福杯满溢，因为上帝是咱的牧者。咱三个来仰头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满心的感谢俄罗斯的恩典，感谢你搁一摆接着你的话来对阮说话。但愿主你帮助阮，主啊，你托阮啊每一个人拢会好好的来适应温暑，好好的来怎啊，来搁较知影要怎啊来发挥啊你所赐托阮的温暑，托阮伫教会当中来托主你大大的适应。主啊，阮需要你，愿主你点伫阮的心顶来显得完全，帮助阮伫教会当中，托阮有法通啊，将这个温素甘伊发挥出来，让阮真正真心真力来为主做工。主啊，求主你帮助阮，让阮的教会有法通得到大大的复兴。主啊，阮感谢俄罗斯将荣耀归乎你，愿你来祝福阮新的一礼拜，所行所做尽都顺利。阮感谢俄罗斯将荣耀归乎你，愿主看顾保守阮一段时间。阮安尼伫你面头前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现在咱三个来唱一首原谅圣诗，前我祈求福气。唔那安尼，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用认捌我主基督耶稣做至宝，我为伊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Oh.
现在，咱请大家一同起立，咱三个来做一个来领受对顶头来祝福。但愿主平安的主亲自随时随在，互恁平安。啊，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常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以及每一个家庭同在，对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同心奉主的名祝福。阿门。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崇拜会到这个所在，愿上帝来祝福咱大家，也要来咱下主日再见。